这里是凤凰湖，人们称它为西蜀玉珠，是整个川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氧吧。大自然有多神奇，这里就有多美。你看，这里层峦叠翠的山，清澈秀美的水，还有倒映在水中的花，以及那些成群结伴的飞鸟，是用再多文字也形容不出的美和意趣。我不再多说了，只希望你有时间亲自来感受。